哥三男士的这条腿一定要留得远，不要跟他跟太近。OK， 你跟得太近就会产生一个后果，就是直接两个人腿会挤在一起，很难受。所以男士腿要稍微有一点时间差，留住一点点。OK， 我再兜进去，再撇转，这样是不是就容易呢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，男士也不可以等太久。如果说你是这种的，完全等他跑完之后你再跟上，也会有点不同步，也会有点不同步。所以你只是稍微等一会儿。稍微跟他离开一点时间，我再扫进去，升起，撇转，这块脚一定要干净。我感觉你们会抖来抖去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你们的脚看到，其实还是因为你们的右脚这步没有跟到它里面去，然后再撇转。OK， 所以我的右脚这下到底要跟到哪里？不是跟到这儿，还要继续跟进去，然后撇转，这步是很关键的。再看一次啊。两个人腿的时间值很重要。好，到这儿还要跟进去，还要跟进去，还要我这个位置到这儿还要再跟进去。女生这个脚还会再往后滑，我们到这儿了就再站起来，这样就容易站得稳。OK， 我们再试一次。抖音。